说你选的谁？我选汁儿。汁儿。李慧珍，漂亮的李慧珍儿。因为我今天发现，今晚最亮的一颗星，就是你的眼睛。嘉诚为什么没有投票？你快把我的星空女神还给我！他吃醋了。因为刚才跟热巴演那个什么这颗星那颗星那个，哎，你用你的舞蹈告诉他我不。三、二、一。